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ta。那哦，欢迎回到 Beta Starcraft。那我们这场哦，一样是这个 TOO 对上 Hawk 的比赛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比赛呢，一样是 Go for SC Two 的这个决赛。那我们这个决赛呢，是五场决胜负的哦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谁先哪个玩家先赢了三场，那他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冠军。那前三场哦，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场和第二场呢，这个 Hawk 呢赢了两场哦。那这个上一场哦，也就是第三场的这个 TOO 呢，扳回一城哦。那我们所以现在这个是第四场哦，我们看看这个 Hawk 呢有没有办法取得再一次的胜利，然后取得这次的比赛的冠军，或者是呢我们的 TOO 呢有没有办法呢就是打平哦，打成2-2哦，2-2平手、哦。那然后再进入这个最后的决赛哦。那我们就要来看状况了、哦。我们现在的这个 TOO 呢？目前哦，藏了一只工兵在这边，不确定他要做什么。那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哦，这张地图呢是我们的这个 Steps of the War， 那英文呢是中文是说这个废弃物处理厂吧。那我们看这个 TO 呢，到现在还没有下这个第一个狗池哦。那我们看他会到这个14-15哦，看他会先开分矿还是要下狗池哦。我们这张地图呢，哦，他先下狗池了，在这个14只工兵的时候。那同时呢，我们的这个 Hawk 呢也下去了这个兵营哦。那我们这张地图呢，两个玩家的出生点非常相近哦，这是两个玩家的地图哦。那你如果还没有玩过星海二呢，这两个玩家的地图呢，距离是非常的相近，但是中间呢是没有陆地的哦。那我们这个陆地的这个行走的距离呢会稍微远一点哦。我们看看小地图哦，要从这个你的这个自己的家里呢，一直往下走、哦，走到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看台，这个。XL Naga Tower， 那我们到这边以后呢，一样的距离呢，再到这个对方家里哦，这是步兵行走的这个距离哦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哦，有一只这个王虫呢，就在这边哦，看东看西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工兵呢，跳的再怎么高、哦，也是对这个王虫没办法哦，打不到、哦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王虫开始移动了，那。同时呢，我们这个 TOO 呢下了这个第一个分矿，下在这个三点钟方向啊。那这张地图呢，在这个我记得这个四月份还是五月份的这个大改版中呢，这个地图也做了稍微的这个小小的更动哦。这边有一个这个石头、哦，在以前的版本是没有的。那我想官方呢是为了这个平衡的缘故哦，这个可能这个分矿呢实在是太好攻了、哦。那官方呢就在这边放了一个这个石头，你必须要把这个石头打掉呢，你才会变成有两条路可以来攻击这个分矿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OO 呢，目前，这个工兵呢还是在这边看哦，看这个 TOO 呢有什么哦盖法状况哦。我们的王虫已经离开了、哦，我们知道呢，如果你是异形的玩家哦，你要记得一下、哦、这个。这个 BY 下去之后呢，你的王虫就要开始移动了，因为 BY 下去之后呢，你的这个哨兵跟你的这个追猎者都可以打到这个王虫哦。那我们这个王虫呢，在台湾有时候会叫它 OV， 那是因为它的英文叫做 Overlord， 那我们就取前面两个单字就叫 OV 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地图上呢，这四只小狗在这边跑，那看看这个狂战士呢回家了，可能会担心这个外面后面还有太多小狗会补上来之类的、哦。那我们的这个 Hawk 呢，来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机场已经盖下去了。那我们看这个 Hawk 会出什么样的这个的，会做什么样的动作、哦？看这个机场呢，会下这个凤凰呢，还是这个虚空哦？那因为这一场的这个两个玩家的这个距离非常近哦，出机场其实是一个蛮聪明的选择哦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异形呢，二宝下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二宝下去之后呢，这个异形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玩法哦。那我们再就要来看这个 TOO 呢是要准备走这个像这个赤蛇或者是这个天空的这个飞塘哦，那又或者呢是像感染虫之类的哦。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场上呢有这个两只 Queen。两只这个母后，那我们的这个 TOO 呢，之前都会出到三只哦，那一只会负责出这个 Crypt Tumor 这个虫胎的这个生产器哦。
生产的这个东西哦。那这个 Spinecrawler 两个这个 BC 呢，地刺哦也下下去了，是准备用来防御的哦。那我想他现在这边的理由呢，是怕这个狂战士呢上去或者是走旁边来打这个，来打那个分矿哦。那我们现在这个 小狗呢，想要进来做一些骚扰哦，一些压制哦。刚刚在外面的两只狂战士呢，打不到、哦，就是跑来不及跑回家，那被包围了、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，他这个 Hug 的这个门哦，盖得很好哦，把这边堵成一个墙了，那让这个小狗呢完全没办法进入。那他就留了一道通路哦。那我们同时看看这个凤凰已经出来了，看他呢能对这个异形呢做出什么样的这个骚扰、哦。那现在我们的这个 Hug 呢也看到这个赤蛇的这个建筑已经盖出来了、哦。我们的这个 TOO 呢，所以准备要走的是呢小狗、哦、还有这个赤蛇哦。那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个单位要走、哦。那我们的哦，这个也是速度，王虫的速度也正在盖。那我们的 Hug 呢，现在有非常大的这个军队哦，非常多的这个狂战士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rmy 这个军队的这个数量哦。Hug 呢，我们的神族哦，现在数量是非常多的，是比这个虫族呢多上一倍哦，就是我们比上这个小狗还有这个赤蛇的数量哦。哦，我们同时看这个虚空哦，三台加上这个凤凰哦，准备来做一些袭击哦。那我们现在地图上有很多这个控制，很多这个动作哦。小狗在这个神族家里攻击哦，不过已经没有完了。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这个虚空呢，也在这个异形家里哦做出一些伤害哦。这个异形，这个赤蛇赶快上来帮忙。哦，他刚刚原本是在等这个机会啊、哦，等这个更多的单位来帮忙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王虫也上来了。那我们看这个虚空呢，虚空对上这个赤蛇呢是非常弱的、哦。我们这个虚空要遇到赤蛇的时候要跑哦。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啊，虚空两台，一台剩下最后一台哦。那看看这一台呢有没有机会跑掉、哦？可能来不及了。啊，跑掉，哇，没了，那被打掉了。我们的王虫还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 Hug 呢还继续在盖着这个虚空哦。那同时呢，也准备要下这个分矿了吧？我看，对啊，分矿也准备下去了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神族的军队哦，非常的多哦。那军队呢，目前是58哦，58个单位对上我们的这个 TOO 只有43个这个单位哦。那这个 TOO 呢是目前是处于劣势的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入哦，收入目前是很相当的哦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神族能做出什么样的这个举动哦。这边有两个这个地刺呢，这边也有两个地刺，我觉得这个地刺应该要起来哦，然后盖到这个门口哦，不然这个狂战士呢数量真的是非常多哦。那现在这个异形的这个单位呢，可。